本集为户外收音，有户外杂音，敬请见谅。今天我们来到板桥区的府中运动公园。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就是要运动。然后今天这是我们的教练凯凯，他来替我们介绍一些规则。哎呦，忘记介绍主题了。羽球，羽球，羽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凯凯哦。然后我今天要介绍的是羽球规则。然后想必大家都知道羽球怎么打嘛，应该都会打吧。好啊，羽球大家都会打，问题是大家不知道怎么打。啊，我们今天就来教大家怎么打。那我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发球的方法啊。羽球发球的方法有很多啊，最定地的发球方式就是高与尖，就是这样发球。这样发球的话是犯规的，所以我们有两种发球标准的方式，是一种是这样发球，然后发到你的斜对角。如果是单打的话，另外一种发球方式是这样，低手发球，然后向高移到对面。假如你是站这边的话，你只能发到你的斜对角，没差差不多45度那个位置。你是站这边的话，你也只能发斜对角45度的位置。你以为打羽球有这么难摸？哎呦，棒棒哦！张政府太帅了吧！对，他有风啊，对，好帅啊！中场休息，休息要喝水啊，喝什么芦笋汁？镜头转到你自己，看你喝什么。没有，我喝得很健康。谁赶快给我一瓶水？看到没有，我喝水啦。谁跟你喝饮料？刚刚业配，偷偷业配水立方。噔噔噔！本节目水立方并没有赞助播出。让专业的来，加油！加油！视力检查，姿势太美，截图放大。你再拍一集好了，现在拍。现在拍什么救球？到此结束，那麻烦大家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，拜拜。